哎呦，大新闻啊！老爸，老爸！哎呦，出相反了，搞相声了！老爸来了，来了！谁来了？母老虎！母老虎！爸爸，我们去看电影《复仇者联盟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个个编出来的超级英雄，这些超级英雄可强了。有什么强的？有我们的李小龙，自首矿泉打坏人强。霸王、超人、大贝尔射手演技棒，发出雷射就把坏人一一搞定，多省事。奇魔乱神，现实点，我们的黄飞鸿才无敌了。他一身正气，功夫好，又有医德，以德服人。好，那奇异博士都是什么医人？奇异博士，他功夫棒，他会穿越时空，到处帮人的外伴通行无阻。胡说八道，哪有人可以穿越时空？我们三国里的关公蜀南。青翼龙偃月刀，正义的帮兄弟闯关，这才算得上是超级英雄。有海王啊，挂边蜀南海差出车祸，到处派兵队第一个神了。妖里怪气，我们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才神，他能腾云驾雾，七十二变。刀枪不入，好钢铁是 Iron Man， 飞天遁地，然后发射枪炮把敌人打败，把敌人打败。哎呀哎呀，还有，还好 Iron Man 巨人能发出发人套数，还有那神奇的雷拳 ，Roar！ 儿子啊。说到底，妈妈才神，她才算得上是超级英雄，她能赤手空拳把我们聚在一块。妈妈的泪腺，哇，看了都发抖。是啊，当我们生病了，妈妈还会照顾我们，喂我们吃药，把我们照顾得服服帖帖的。是啊，她就像海王，每次都帮我解决课上的难题。不过，还真像你说的，像个绿巨人，老是爱生气。妈妈回来了，爸爸，怎么办？你看到我们的英雄爸爸？怎么办？还不赶快逃？哦，母老来了。妹妹，臭小子，我们溜。